我十大投了谁？能公布了吗？我忘了，能不能公布？好像说那个名单出来之后就可以说了。我投了谁？我想一下，我投了可怜辣舞，投了 Uzi，然后 Miko，死神明，然后还投了谁？想不起来了，我操！还有谁我忘了，哦，还有都英币，然后还有谁啊？还有谁来着？想不起来了，我操！真记不起来了。哦，好，投了，还投了 JK Love，然后还有四个人是谁？哦，还有个 GoGoIn。还有谁？我再想一想。我还投了泽赛，泽赛，然后还有小虎，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呢，我想一想。我好像投了 Scout，还是 Lucky，我忘了。可以说。已经可以说了，现在坏了，队友不会看我点了个这个都秒了吧？我肯定不是照着榜单投票的呀。我是凭感觉投票的。十大我也投你了，投我没用啊！我知道呀，因为我发现十大我最后跳不知道投谁了，一看有个刘青松，我投你了，是不是觉得很伤心？不会，至不少我投，投你了，投不投都无所谓。至少我投你了，好吧，给你一票吧，好吧，毕竟也是冠军辅助啊。别搁这搞了。搞你啥了？啊，你这么的希望我的能够，叫这个叫什么？无罪释放。等会儿又艾特你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也无所谓的，我也不是没艾特过。你在那边笑得很开心吗？啊，艾特，你知道这个骚东西昨天晚上跟我说 什么啊。吗？他说你们事儿出的挺多，我在上海基地做的好好的，看看比赛啊。他跟我来一句，这不是怕你一个在基地无聊吗？给你整点事儿，让你开心开心。我这叫开心吗？我这叫糟心。退税的，他只能吃饭的，他退税的。能不能我上分啊？